去玉天家，他如果要发现你，最好不要拦他，因为人的愤怒一旦有了出口，这件事才容易翻篇。他如果要打你，你就立正让他打。劳你费心了，已经打过了。不过他这段时间去玉天家住也好，毕竟我马上就要行动了。找你们来呢，就是商量一下这个事儿。 现在打开密码箱才是关键。但是太难了，我们要一直不断找借口去疗养院。文叔那么警惕，疗养院安保又严，而且一旦失败就会全盘皆输。文叔一旦怀疑我们，整个事情就画上句号了。所以我不打算去疗养院开密码箱了，我打算让他搬进我家。什么？住你这儿？对，无论需要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他投靠我。 那就得把他逼到走投无路，还必须要带上密码箱的地步。先礼后兵，瓮中捉鳖。哎，Go！Hello， 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我是你们的一天。Hello， 直播间的宝宝们，我是新月。喜大普奔！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。 在度过艰难痛苦的生活之后，我们终于要送走水逆期了。但是，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真正严峻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在占星学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停滞期较为严重，尤其在水逆过后的第一周。